那连续几拍没压下来，在调气、换气各方面，可能在这个当中有一点出了环，这个环节有点出了差错。嗯，所以说要势必要赶快做一些调整，你这样子才不会说因为这一两拍的一个失误啊，导致于说没有办法再去持续下一拍的动作。我看起来是要持续压迫对手啊。对对对，这一次的进攻就蛮成功的。对，因为这前面几拍都是以一个主动的压制，因为你主动的压制，你对方没有办法去突破你的前场，势必一定是要往后拉。嗯，那你往后拉，我们的攻击机会就来了。对。哎，现在还是要回去，因为刚在陈宏林这边换拍子啊。嗯，刚断了线。Testing。对，换了新球拍，先试打一下。对。Okay, ready。好，在第三局，目前双方啊拼战依旧是相当的激烈，11-11。我起码两位台湾好手是已经证明了，你在比赛前半段，即使是让对手取得领先，他们在比赛后半段还是有机会，还是有办法可以把领先优势再给要回来。对。可惜了，这一拍缠斗是非常久啊。到底手吧 ，12-11。所以这几拍数算蛮多的，所以在这部分应该稍微做一个调节。对，双方啊，四位选手有点喘不过气来的感觉了。对，因为后面这个拍数都蛮多的，所以造成你看，包括印尼队也是一样，就在这种应该是得分的机会是，造成被压迫一个失误了。对啊，这个失误又送分了，12-12。对。这个球被印尼队逮到机会了，连续两次的杀球，第一次虽然有救起来了，所以这因为发球过去的第三拍，只要拉上去，哦、就产生一个被动的情况在打。那相对一样，以球作战方式，如果是被动在打，那可能就是很难打。对，主动攻击啊，这个是一个很好一个作战方式。我从两队10-10平手之后，就是没有哪一边能够把比数给拉开啊。是是，你拿一分，我拿一分。战况呢，在第三局的第三阶段，等于是呈现一个焦灼的状态。对。大家打平抽档哦。可惜，又是在往前。到底走吧 ，14-13。啊，这个很多次，这在多拍之下一个前提的一个失误哈，这个是在国际上面势必一定要去做一个调试。嗯哼，因为打那么多拍之后，得到一个机会却 miss 掉，那真的是很可惜。对，等于是把分数送给对手。对。啊，你看现在拍数都拦的蛮多啊，这个谁是掌控好啊？这一球也是同样的情况。15-13。一来一往之间呢，让尤利安托跟汉卓这边是取得了15-13的领先呢。正在这个时候，应该是再做一次的一个调节。嗯哼，稍微思考一下。对，正好两位印尼选手换球。对对对。那这场比赛呢，慢慢要进入到最后的决胜阶段了。漂亮，这个往前走一个拦截。14-15。所以胜负还是在于这个前半场。嗯哼。这个球哇，界外。界外。Service over 16-14。
对，如果刚刚这个球掉在界内多好，分数又追平。对啊，差一点点。哎，不过现在是印尼选手送分啦、啊。那你走吧。像这一两拍，像印尼的这一拍，跟我们之前那个陈曼宁的，这个是一个非压迫是一个失误了，因为这个是在主动前提下打一个挂网，一个打出界。对。啊，这个在多拍一定会有产生这种情况。那一个好的选手，你要怎么去克制这个？拍摄又真的来回蛮多的，这个球救得好，漂亮！哇，现场的观众都哇，看球就是这样，高水准的一个表演。哇，新庄体育馆的屋顶快被掀开了，地板快被踩破了。这个时候一样，因为。真的是拍摄，真的是打得蛮多。那这种情况，一定势必我们中华队一定要做一个适当的调节，保持一个头脑一个清新，让体力赶快一个迅速一个恢复。是，那刚刚这一分呢、啊，除了追平比数之外，另外其实更关键的意义在于说，其实刚在那一拍的过程当中，感觉上是印尼选手掌握了主动权。对对对对。不过最后反倒是让陈宏林跟林佑兰这边把分数要到、啊。No. 这个刚刚讲来回就差很多、okay. 而且这个士气上面哈、哦、为我们中华队更加帮助我们这一边，对，就是等于在比赛进入到决胜关头的时候，来到决胜期啊，那能够掌握这个气势的话呢，已经先赢一半起来，对对，16-16。这个就是一个非压迫性失误，这是一个主动的一个东西。我林佑郎这一部分可能要再多调整一下。对，因为在多拍的情况下，我们当教练就不是比较担心的，这样在这种非压迫性失误哈提高的话，对整个会比较不利。嗯哼。好，印尼队的回击出界。对，目前这个也是要接近快就是赛末点，这个作战方式一定要采取一个稳攻稳打的方式来，因为到后面的分数大家都会想要，可是他打起来感觉会跟前半场会打不一样。嗯哼，等于是越级的情况。哎，高球，高球，高球！哇，差一点点，差一点点哦，还好幸运是在我们这一边。对，哦。如果再要一分，那个情势就完全是不一样。对，不过刚刚说是运气球，其实说起来也是你力道要够强才过得去啊。对。哎呀，奥赛，奥赛，奥赛！啊，这个紧张，这个真的是多要一分，那个情势会扭转过来。对，我刚刚这个球看起来很惊险啊。对啊。原本以为说啊，会不会掉在界内？对、啊。不过判断真的是陈宏林的判断没有问题。19-17，台湾选手有着2分的领先了。不要急。这是印尼的。好球，来到了赛末点。哎呀，精彩的一记。这是现场的一个观众，我们为我们的中国队来加油。对，会不会创下这个台北公开赛第一次啊？双打男双的决赛，啊、有台湾选手男子双打搭档啊，能够闯进到这台北羽球公开赛冠军决战。对对对，第一张的冠军赛门票，现在是有一个好的机会了。陈宏林跟林佑郎啊，是这场比赛的 match point， 20-17。关键呢就在于17-17平手之后连下三分、啊。对对对，这个刚刚我提到的一个心态一个调整。嗯哼。Yeah! 这场比赛结束了，漂亮的一击。
全场的观众，哇，起立为我们的中华队陈龙林、林六郎这两位选手掌声鼓励。对，当然明天同样的局面，明天还有一次。对对对对。好，那再度恭喜陈龙林跟林六郎，这场比赛是2-1的比数赢得了这场比赛，同时要进行到明天的冠军战了，要再度恭喜这两位选手。那我们要请球迷朋友休息一下，再回到新庄体育馆。王牌陈宏林、林佑兰、陈立、陈林，2020-21 17